爆米花要爆咯。呜呼呼呜呼呼，穿上新东家49号战袍，火球男罗家人正式转战义大犀牛。光是在2014年，罗家人就辗转待了 MLB、爆米花联盟和国内职棒，而独立联盟性质的爆米花正好填补旅美返台的空窗期，让当时三个礼拜没有比赛的火球人找回手感。因为像我来讲，第一场的话就梦乱七八糟，自己也知道。然后接下来当然是有比赛，状况越好，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爆米花联盟，还有奇力三五董事长，让我有这个机会打爆米花。家人在美国的状况跟在爆米花状况，我们都认为表现很好。事实上这两个东西，两份资料，球探报告给我们的，我们都给予非常高的一个肯定。罗家人在爆米花后援出赛12场，主投16局，飙出18次3振，防御率3.37，有4次救援成功，留下2胜1败纪录。状况和职棒能够无缝接轨，是球团洽谈新约的重要依据。义大与罗家人的合约是国内职棒首创，在义军名单登入日薪14000元，包含季后赛、亚洲职棒大赛也都算在内，最高月薪可达42万。就算不符合义军条件，也给予7万元的保障月薪。唯独支援仁川亚运期间不知心，会用这种方式洽谈新约，为的就是保留罗家人再次旅外的空间。没有，我就觉得感谢义大球团有给我那么有弹性的合约了，所以我觉得不一定会有，但是有机会都蛮会想去拼命看。这段时间保有旅外权利，但明年1月底之前，如果罗家人没有找到新东家，球团将提出换约。话锋一转，对于离开起立珊瑚，罗家人队这次待了1个多月的球队献上祝福。我原本是第6名，可是现在已经爬到第4名，有可能进前3。我觉得有在教他们真的有差了，对啊，所以希望他们能有很好的成绩的。罗家人把守后端防线，分享旅美经验，而让各路好手在联盟中碰出新火花，达到成长的目的，正是爆米花联盟最大的意义。我来体育讯，张建宏、蔡晴景采访报道。我是黄建龙，爆米花夏季棒球联盟，请为我加油。来自台东的黄建龙，爆发力和协调性相当的好，头脑冷静更是一大特色。这是高中教练对黄建龙的评语。后来进入了合库金控城棒队，站稳了先发投手的脚步。在2011年的协会杯，缴出了2场的完封胜，以防御率完美的0夺下投手奖的第1名。在投手球上面的态度就是专注每一颗投出去的球。挥棒落空，和库队的先发投手黄建龙完投完封啊！这次黄建龙也在爆米花的开幕战挂帅先发，对上重叠投手，投出9局50分、4次3振的完美表现，彻底完封对手，也是爆米花史上的第1场完封。截至目前为止，还尚未有人能够跟他一样完投9局不说，而且是一场精彩的无视死球的完封。凭借着优异的控球以及刁钻的变化球，相信黄建龙能在爆米花联盟当中越投越好，创造更多的完封纪录。
爆米花联盟激战两个多月，七月赛程结束，何库金控将是老的辣，以24胜14败稳居联盟龙头，打了将近40场比赛，考验的是这支老牌劲旅的稳定性，更是对续航力的一大挑战。毕竟队史超过一甲子，进行这种长期又密集的赛程是头一遭。我们的士气，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，比如说有几个主力受伤，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个。比如说内野杨先贤受伤，可能就会影响到内野一个安定感吧。杨先贤是何库的主力游击手，在七月中旬就曾经因为被触身球击中手腕，意外受伤，一度连握棒都有困难。幸好经过休养，已经在台东系列赛复出。比起战绩，何库队长郑嘉明更在乎队友的平安和健康。尝试很多嘛，选手里面也是蛮多受伤的，所以我就希望说健健康康的下去比赛就好了。其实对球队战绩。平常心就好了，对。除了疲劳和伤病问题，何库教练团还点出一项各队都已经碰到的难题，那就是随着战线延长，各队打者对于投手的球路已经渐渐熟悉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挑战赛后，比起上半季更常出现大比分的较量，而每场比赛的时间也随之拉长的原因。我个人认为是因为可能长时间比赛，投手应该也有疲劳的啦，然后受伤的也有，要改善的话，可能就是。我认为可能要多去看录影带，然后去配合看录影带，然后了解对方的野手的习性吧。在剩下的10多场比赛中，牛棚能不能 hold 住是关键，因为战线拉长，各队必须跳脱以往短期杯赛的备战模式，下更多功夫面对爆米花联盟。华体讯郭亮、蔡晴晴综合报道。这个球点成了鬼球啊！投手直接接杀之后，投手把球给捕手，捕手说你受伤了，我帮你传。结果普希卡的回垒不及的遭到双杀，捕手张敏君直接把投手球抢过来，说我帮你传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三垒方向，再扑下去，前面的传一垒，哇哦 ，nice play， 哦，这个是接的精彩，然后传的更漂亮哦，这直接完全没有起身的哈，这跪在地上传垒，传一垒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哇！游击手扑倒在地的一个拦截，站起来传球 ，nice play。带手张浩伟啊，完成了一个美记的守备啊，刺杀了打击的陈伟汉。被挤压到了，倒是如果你今天打的并不是很好，这个球不太好处理啊，你接到了，哇哈哦，哦吼，射手陈伟汉。这种球也接得到。一二垒之间，二垒手艾迪拦下来，往一垒传，哦！结果 Jimenez 的出局结束了在八局下半威打的进攻。这帮三游直接三垒手扑下来挡到要传本垒，哇，克兰德真的是过不了他这一关啊。球主棒打这边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手扑下去接到，不过这个球中外野手接得非常漂亮，看一下中外野手的一个飞扑，把许志峰的飞球呢给接杀出去。这一棒把球打这边三游之间穿越新的一支安打，而且帽子绕过三垒之后抢过本垒，中外野手做回传之后在本垒这边 out， 中外野手八爷子这个回传最后逮到了要回垒的刘展佳。